打个剑姬人啊。嗨，没一着，哎呀，啊，这小子没带防御天赋，那还好。正好一个错位，让他打不着弱点，舒舒服服 A 他一波，直接给他干残，他就没法上来了。啊，好，拐卖了。他没有药吧？啊，他有药。哎呦，补了四个刀，买药了。E A Q 走，学个 W， 补兵补的稀碎，哪有啊？还好吧？车不补着了吗？这个E没E到。哎呀，你像剑姬这个英雄，他打弱点回血，你知道吧？我们就没有办法说是。我们就没有办法说是在塔下要杀他。可以，得了。A Q E A A W， 你大爷的！我在这救你，你还抽他一口！我的双 buff， 我回家了。吸血鬼要双 buff 有什么用啊？吸血鬼呀、啊！我特意啊，等他吸血鬼要抽，然后再 A 他，你知道吗？我特意我想等一手，但是他一直就不抽。最后我看这吸血鬼快死了，我先算了吧，要不？失败，真是失败。嗯，你看还还回去了，哎呀我靠，艾克前期怎么能这么猛呢？艾克一直都是以前期特别弱，中期特别没用，后期特别拉著称的。嗯，你到底打不打上 Q 上来呀？抽你！哎呀，真猥琐呀，真是不好杀呀！我这一看呐，先去插个眼儿吧，这就没办法了。俺们家这打野下路干上干上，根本就打不死人。打一架呗！你到底打不打？致命点呀，好闪！我就想等他闪，你知道吧？哎，我故意一开始点烟我没交，我就想等他闪一声，我啪一个点烟，我骗他一个闪现，上当了，究极上当。艾克不好杀呀，回家了。他把我眼儿给拍了。哎，他怎么能知道我去插了个眼儿呢？这是个小带，这个意思是有点好的啊。哎，别追了，你还能打得死啊？我这吃个小饼干，你还能好死了吗？这，我再吃个小饼干，我闪现。
狂妄了一波啊，狂妄了。还不如大招，我大招可以杀他，闪现杀不了他。这波有大可以试那个能不能杀他。哎，这人一小兵应该是死了。现在的大招虚区是真低呀、啊！现在不出可血战斧了吗？现在我比较喜欢分离者，他拆塔快，打人打人还比较疼。比较喜欢这个，又烈士军，哎，又烈士，俺是 double 了，六杠一了，我操，真能杀呀，六杠一了，六杠一了呗，八分钟杀六个呗。巴德来了，这剑尖还行啊，他也知道他不是征服者，他跟我们硬拼他肯定是拼不过。碰一手线啊，如果他上来敢直接开大或者是打打地的，那说明呢艾克指定是搁旁边。怎么失误这么多呢，我发现我有点鼠标跟不上他人，我的鼠标跟不上他人跑。鼠标不太行，传送回家了吧？嗯，别来，我要回家了。这波我不准备打，你怎么回事？哎，我就想知道俺们家那吸血鬼上哪去了。你干啥去了？你怎么往那边跑了呢？你怎么不来我们这边啊？哎，真是害人呢，我操，我还600块钱还给他了。哎呀我的妈呀，这不能反杀艾克吗？反杀个屁呀！还反杀？他也不是傻子，他哪回来呀？他都回他都不回来，怎么反杀？你没看到艾克一直在等吗？等技能的吗？怎么杀？这就是上当了，你知道吧？本来我都要回家的，硬干一波给我，
如果这波艾克再敢来，我们能杀。这得看技能。他塔没了，他的防御塔没了，因为他是必回家的，他没有加速效果。不行，差一点点，小兵有点少，小兵再多一个就好了。啊？这干啥呀？这为什么要反夹呀？这挺好啊，十三分钟让我把一些塔拆了。先把鞋出了，水银还是必备的啊。主要就是打野送的多点呗，还可以接受。打野也不值钱。哎，他杀了十个人，他都杀了谁呢？我一把五把九十啊，一共他们家十一个头，他杀了十个，有点东西啊，又掉线。哎呀，又掉线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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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你咋的呀？这巴德呀！俺们家打野确实是个人才，对面来打龙，人家去上路清石头人去了，像人不？像不像人？50块钱给他拿了。哎，本来我想拿个红的，我没想到这人在这拆塔。哪去了？390，不追了。他有闪，我们闪杀的不合适。我的闪现换他的闪现，不合适。他不值钱，算了。啊，就艾克来了呗。这没办法了，你知道吧？这人来了，我们只能杀一个的选择。这我们不交闪也得交了，这没办法。拉倒吧。把红收了。
我不知道一个元素女皇要红有什么用。三二一，回去拆塔。耶，有个送人头的。全死了，还就剩这艾克一个人了，可以啊，把上路二塔拔了。打害怕了，我其实也有点害怕。这把得先出黑切，你知道吧？现在这个黑切蟹手死亡之舞啊，得挑着点出，你知道吧？如果对面是 AP 比较多，那么这个死亡之舞最好留到最后一件再出。如果对面比较右，那么先出黑切。如果你们家这个少点这个坦度的，我们就可以先出这个蟹手。下路支援一波来，如果对面 AD 比较多，就先出死亡之舞。我就想知道这个艾克谁能打得死他。把下路塔拔了，给我回去守塔。小龙啊，小龙可以试试。跑过来还蹲我来了，我是实在是没想到啊，我是从后边冲出来一个300块钱，350呢，狗熊550块钱。突然之间从我屁股后头冲出来300块钱。多新鲜呢。2900回家。这龙送了就送了吧，这没有关系。上一把对面不也挺多龙的吗？啊，不对，上一把对面没几条龙。上一把我们家龙多，你知道吗？小龙有多少？完，这个，你能不能拖到比赛的后期，完全取决于你们家到底拿了多少条小龙，你知道吧？拿的小龙越多，对面越没有办法去逼团，他只能拿大龙来逼团战。有些小龙给了其实也行，别上去啊！我这兵线得要呢，这小子跟我疯狂带线，疯狂带线。这我得把他二塔给他拔了，这都跑我脑袋上拉屎来了，我忍不了。一二三，我不用你那 W 放的那么随意啊，不用你那个 W 放的那么随意，小伙子。
这应该死了，这死了，这支援的太快了，这怎么支援速度这么快？我天哪！啊，没关系，他人都没来呢。我刚看着这俩人还搁中路出现了，然后就跑过来了。其实我不太想卖这多兰剑，这多兰剑3%的吸血，挺好用的。2.5%。我送了一个700的人头，这可不是我送，我是没办法跑了，不是我送，听见没？不是我送，什么叫送？我现在跑到中路让对面杀，那叫送。注意你的措辞。上路搜吧。那元素女皇死死吧，哇，你真追呀，兄弟啊，这卢仙啊。看看对面打不打大龙啊，开龙高地没，可以。开了个洞，开的挺有意思啊。往我这儿走，往我这儿走。哎，你满血元素女皇有草的，追，我在这里。小戴呀，这是，嗯，小戴，来打大龙。别往我枪口上撞！我点死你，点死你，元素女皇！让你不好好玩，也不是不好好玩，让你菜还抢红，你抢别人红干嘛呀？哎呦，这吸血鬼！先打龙啊，我们不要让这大龙回血，快点来快点来，哎，这卢仙伤害这么高吗？这卢仙，哎呦，我们家的卢仙可以啊，卢仙，卢仙的虚区有点高，来来来来来，小龙，这不能给呀，这得先杀艾克，他能秒龙，我们不要先开这个龙啊，这个龙先开这就给对面打了，一定先上去找这个艾克到底在哪儿。我操你妈，我只能是骂骂他，咱也没办法。
一个蓝 buff 算了，无所谓。还追就有点意思了，让他掉线啊！俺们四个人打，让他掉线，哎，让他掉线，然后这个人掉完以后上不来，让他就不加了，加不了分。我们骂他，怎么骂他呢？我要是你，我就去挂机。哎，这怎么回事？呀，卢先死了。俺俩可不好打了呀，这队友都死了。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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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虽然我是八级，但是我们还是不能打，回家吧。我们需要一点点魔抗。你怎么还在玩？说话呀，哑巴！别说了，不行，我就得说。不行，死亡之舞这把可以不用出，我们来点魔抗吧，出点魔抗装备，影魔刀了，智慧墨印了，智慧墨印吧，智慧墨印可以。他骂我了，那我反骂，哎，哎呀呀呀呀，安妮儿有杀漏没？哎呀，他没杀漏，早知道刚才我直接杀他了，我不知道他没有杀漏。哎，可以。来拆塔，安妮儿其实没啥事儿，你知道吧？安妮儿伤害不高，他就三件装备。别打啊！把大给我交了，哎，海追，海追加没了，海追，我卸手呢，我卸手触发了吗？我都没看见我的盾呢，我的盾哪去了？是出 bug 了吗？我那卸手为啥没有啊？
蟹手化了，一秒就化了，这啥玩意儿了呢？看看伤害，这蟹手这多少生命值啊？提供200+247次血的护盾值，次血的护盾值乘以次血的护盾值，次血乘数的护盾值啊，次血乘数。哦，如果你没有打到敌方英雄的话，就是零乘，可能就是400点血，不多。这得打人，人越多，我们的护盾就越多。打个红吧，可以大龙啊。沙漏都挺多呀，就杀这暗劲啊，就杀这暗劲。对面不要龙了，你以为你能走得掉小伙子？2000，还差最后一路，我们先把兵给带过去啊。其实这个兵带不带都行，不过他们家肯定也是打不过，你知道吧？我要这把在对面玩上单，这把就赢不了，这把是赢不了的。虽然我们有一个这样的艾克，但是赢不了，因为他们家有露露，露露这个辅助啊太克我们了。哎，也不一定啊，也不一定，其实也不一定，以我们的水平来讲的话，加个艾克